最年长的死亡被我们解决完。哇，下一个是谁？截拳是什么？少了我怎么行呢？你这出闹剧。连他们哈烟老半生入土，勾芒是个农妇，连他们都能把你折腾成这样，啊！如心事亲密的擂台赛，然后打擂台，那你要付我钱，输赢都有礼物。所有障碍都关闭耶。OK， 我们先回我们的世纪阁。哎，神农跑来回来了，我拿毒物给你啦。他居然还可以自己爬回来，好强，还带两罐酒，看你也不是这么毒。现在有两个百味球，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很好吃吗？我饿了。欸，他好像有好一点。长百草，果然是长百草的。发病，什么病需要毒剧毒治疗啊？以毒攻毒，可以解百毒的身体。平常得了病，大概死路一条。好，我们继续给他塞，把他塞烂。干的，喝，我也喝一下，醉了。开始敞开心胸的聊。以什么？以迷？不知道，以存呐。是乙醚了，乙醇呢？每两个毒物可以换一壶酒，涨价了，老板。生命最大值上升，这么悬，太强了吧！这里吗？究竟会藏这什么机关呢？还是说是个阴谋？他不是这个姓杰，不就是曾经那个暴君的国家吗？要打的快点开始吧。哟，哎呀，孤军奋战哈！啊，别啰嗦，别啰嗦，直接开始啊！或者他也可以先集气，我没血，我刚走过来的时候掉血了。天！哦，还有盾。天哪！哎，剧情杀吗？哎，又快死了，是不是？无限阅读的世界吗？承受最大的痛楚也不会死。森拔，走起啊！隔天也继续玩呢、欸。天哪！蝶儿来救了，我们还有藏一手。啊！怎么不早点用？气死了！啊！好险，心脏还在，我们还活着。提防不，好。现在血量只有平常的一半。天道议会死亡，炼丹工厂管理者，靠肉体沟通的武斗派。哎呀，
不能跑欸，跑是直接下巴刹车欸。我很怕呢。啊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！天哪，打不赢吗？感觉现在打不赢。这样搞，臭狗，我就偷打你，怎么着？结果能打赢吗？看来不是问题。嘿嘿，笨笨。行啊，你们这些大天才。有，力量再回来了，还好。哇塞！哇塞！哎，康回，他不是之前那个罪人吗？保持进攻的话，好像不难哦。哦，我跑了，哎呀，好可惜哦。有喽，哇，一次过，刚回来就一次过。他就是上一个被折磨的人呐、啊，把他解脱吧。启动砸到，哎呦哎呦！天哪、啊！成功逃离监狱，
画力对截通这样子对手没用。按住右键，放开，无量反击，这样无量空出。有点像在玩谢谢寻宝，他的格挡也是这样，按住被攻击的时候放开。吼吼吼吼！Nice， 无量反击。这里一定有藏东西吧？果然，恢复啊，增加恢复量。怎么办？我想回去。天哪，要吓我了吗？哎呀，路倒了！截拳啊！狡诈、暴力、操弄人心啊！哇塞！这么多，原来我有这么多可以分解成钱的，是不是？村里也出现铁甲怪物了，那边的人不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抗的吧？哇，深仇大恨！好，我帮忙。就是一些小怪物而已。火烧区域底下有地洞。棋盘，下棋了。啊，电报。石头烤盘。我看教完也不用报仇，可能过了几十年。蓬莱。夏国夏朝，下很快，徐娟乱下一通，还有期刊呢，天哪，他看得懂，要为难他了，又来为难徐娟。故事书、期刊，哈哈哈。导言可以跳过，先去第五章把符号认识清楚。这好好狠，萱萱在这里补习班哦，什么都要学，还有乐谱啊。下一个是音乐课了，萱萱。天哪，太暗了！哇塞，他确定那么暗欸？终于亮了，这也可以害，这边也可以变亮吗？啊，太好了！
哇！通行令牌插进去，走吧。